暖啊！哎，这里面有哇，有鱼丸，这 OK 的，对，这个是很 OK 的，很好吃啊。嗯，这是软的。哇，我觉得好好吃啊。哦，这 OK 的，嗯，这个好好吃。我放一点小菜下去，好不好？来吃点青菜，吃点肉，好。这个烤串甜甜的，好好吃。我们先举一杯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然后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在非常有历史痕迹的地方，然后也回顾我们这一季非常有趣的《明星大侦探》。我不会吃到一半有人又被干掉吧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我觉得应该不会，这个保证不会了啊！好好好，那我们就放心的吃了。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新的玩家肖战，玩得开心吗？超级开心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玩的是一个就是不是完全的明星大侦探，因为在棚里面跟实景还是感受不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玩得去。但他玩的确实是明星大侦探各种类型综合到一块儿的最后几个案子，他全在参与，他都参与了。所以对于一个新玩家来讲，恭喜你啊，这次浓度太高了。谢谢。当了一次凶手，对，收到了一次关键性证据，对，玩了两案，拿了三颗金条。不要再提这个事了，没事没事，我玩了三案才拿了一颗金条。你这五季有搜到过关键性证据吗？我这五季，我期待六季时代。